奶茶，秋日限定集市嘛，这个是我们秋天第一杯奶茶、哦、然后上面写了很多的这个祝福，我们可以每人拿一杯。你们喝奶茶一般是喝什么糖？无糖、半糖、全糖。现在那个无糖后面都会标注巨难喝，就是点外卖的时候它要标注巨难喝，对，免得那些又投诉，对吧？对，巨难喝。上面有一个那个小纸条，各位可以撕开，然后把它读出来就可以。我这个是认认真真贴秋膘，只长颜值不长肉。长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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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可以。这样，小丁呢和姐姐李雪琴在家看电影，这个时候门铃响了，小丁打开门看到了大哥你，然后就说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和我姐姐已经分手了，不要再来找我姐姐了。”此时大哥你会，哎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好。我连动都不用动、啊、对吧，就坐在那看电影动都不用动。阳光开朗大男孩、啊、阳光开朗大男孩的人设、啊、好，来准备。这是门啊，啊，这是门。哇，咱家门挺简陋、啊、情景二，小丁和姐姐李雪琴在家看电影。这个时候门铃响了，小丁打开门，嗨嗨，看到你说怎么又来了，你和我姐已经分手了，不要再来烦我姐了啊，不要再来烦我姐了啊。此时你会，我不是来找你姐姐的，我不是来找你姐姐的，我是来上课的。啊，上课？知道我上什么课吗？我来上想你姐姐的每时每刻，想你姐姐的每时每刻。快把锁门，弟，快把门关上，快，快把门锁起来。跟他姐姐分手以后，他人都疯了，精神失常了。在院子里转三天了，我来上课。而且我们家的门，我弟是这么开的。对，耗子洞，耗子洞，别回来了，大哥。老式的铁门，这个是。吵什么吵？别吵。本来以为大哥来上课的，跟头发有关。发夹、发带、发圈、发箍。发箍，假发片，假发片，什么？假发片，假发片，你要踩啊！三二一，请抢答。我踩不着，太远了，让我弟踩。假发片，假发片，回答正确。啊？啊！哎呀，好远，我天！一个假发片。刘海的、那个，哎呦，和我们喝的东西有关。啊，那个，对，冻冰的那个冰盒。冰盒，说多了，摊在地上一坨。那个，啊、不行，那个，就是那个能捏的那个泡泡的那个包装的那个袋儿。哎，你看到了它的上面有这个纹路，有这个纹路，提示一下，在这个台上大家都有见过这个东西，不就指压板吗？来，我们可以抢答一下，台上，材质是橡胶，有这个纹路，增高鞋垫，回答，正确，正确，正确。我跟雪琴呗。是这意思哈？可以是这个意思。选搭档又不是我指定。你整得像咱俩。我咱俩配多好多合适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准备好了。双人撕报纸第一轮开始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！
他那边不妙。我觉得我们不要，我觉得我们不要退，退就容易撕。往前进，往前进。哎呦！哎呦！这边已经开了个大口子，我们是两个人身上的报纸完全掉落就算输。这什么鬼？哎哎，那这个是哎，你们俩的还在，那这个怎么算呢？我和毛晓彤晋级到下一回合。你们这边报纸如果那边肩没搭上的话就掉下去了，他这个报纸还是挂在脖子上，我后面都还有护着的。行，再来一次。所以迪哥和雪琴赢，只玩一把吗？对，就一把啊，只玩一把呀。你们淘汰了。刚刚我以为是试玩呢。没有试玩。那我们就跟小丁和吴泽林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进决赛了。居然没想到，我还以为完事了，打入决赛了。来，准备双人撕报纸，第二轮。撕，不要撕，拽住大哥。开始。开始。不要撕，拽住大哥。哎，他横面已经要赖了。哎，他横面已经要赖了。哎呦！大哥，小心，你的后面，你的后面已经裂开了。哎，他们这边破了。大哥，小心，你的后面，你的后面已经裂开了。哎，他们这边破了。哎，还没破，还没破，还没破。好，这个就不算面积了吧，都在他身上。对，这个不用算面积了，因为刚才他们两个就差一点点缝就要撕开了，但是最后还是被小丁用脖子给转了过去。下面有请雪琴。雪琴也必须先从最底部开始开是吧？加六。哇，好，又是加六。加一，多少？加二。哇，好，现在已经加九了。够了。好，可以了，适可而止。好，可以了是吗？好，适可而止。很保守哈，得到了九个这个福利。嗯，不少了，不少了。雪琴，冰雪聪明说的就是你吧？谢谢，感谢。